这是 US20 的转向两方向转向的规镜，现在装这个显示屏。开机。开灯。这个显示屏可以前后翻转，左右翻转。拆卸显示屏的时候要注意，一定要手拿住显示屏，然后这边的手扣动这个开关，一定要拿住显示屏来拆，避免屏幕掉到地上摔坏显示屏。